最基本的。这个会很酸呢。洗右脚，洗左脚，洗右。转，那就越来越就是练出兴趣啊。一个不小心，就全身都是伤口了。这都是让人更加想尝的东西，所以你们团队绝对是全国的榜样。常常看，今天早上我就要看两场，社会制裁开公动图啊，在我前面表演。第二场有一个庙宇也是开公动图，所以其实舞狮队都是在一些很吉祥的场合，祈福啊那一种。对，没错。欢迎收看《猴子儿返校日》，我是 Naomi， 我是 Eddie， 他是市长，欢迎市长。今天呢，我们非常特别来到了树人家乡的醒狮队，非常厉害。听说他们有得过亚锦赛啊，还有全国很多比赛都是冠军。对对对，传统男狮。哦，传统男狮吗？哇，讲到一些专业术语。男狮套路哇。什么是男狮套路呢？我们请专业的回答。对，我们请专业来回答。欢迎我们的陈教练，欢迎还有我们队长，来这边请。对啦。老师好。好，欢迎。老师好。队长是高级啦。高三了。高三了，那你主要负责的是哪一个位置？狮头。主要是教素人家乡大概有六七年。哇哦，真的、啊，已经教了七年的时间，还有大一的学生。没错，而且我们教练的这个经历也非常的丰富，有得过全世界，听说是世界第二。世界第二。哇，世界第二，世界第二超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拜托我们的教练还有队长带着市长 Eddie 还有我来学习几招。还有市长 ，Are you ready？ 准备好了吗？耶、yeah. oh, ！哦，这边很有 quiz， 你还没有吗？我也还好，我也不见得有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赶快来加紧训练一下吧。Let's go！Go！ Go!、哦、这个会很酸呢，这很酸呢。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四膀右，正左脚，走起左脚，起右脚，起左脚，起右，再踩回来。不好要好啊！你那个教练在看我啊！等一下把我坏了怎么办？来，再一次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蹲、跳、蹲嗨。好忙啊！要拉眼睛，要拉得开。眼神死了。我觉得我等一下应该会是一只病猫，不是狮子。气，这时候就把脸丢下来。气，就这样的。对，丢下来。然后丢下来之后，不要进门。左手，然后 OK， 其他抵住嘴巴，然后右手抓着这根杆子。右手抓着。然后头后面有一个枕头，好，枕头哦，可以靠在那 ，OK。左边，右边，蹲，转起来，对，我刚才有来学这个，是想要学学看吗？打鼓啊，不就是打鼓吗？没有，市长，你知道这个节奏要很强，因为他们要背好多东西。停，猴子返校日
我们今天结束，拜。第一个是什么东西？第一个是菊花，菊花台。对。啊，第二个呢？然后这个是蜜，蜜点。对，然后再是苏点。天哪，好紧张哦！老大老大转来了，要放了吗？真的很不简单、啊，不是大家想象，不是没想象那么简单呐、啊。对啊，我必须要强，反应要很快。我必须要强调一下，拔也不简单哦。市长没关系，我们聊我们自己的啦，因为拔真的啦，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可以看到，其实大家都是靠拔，应该也是不容易啊。大家都是靠团体合作，没错，对他们都会一个眼神就会知道说，哦，我接下来要干嘛，所以是需要靠长期的训练跟合作才能完成的东西，很不容易。这是一个团队合作，没错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心得分享时间吧 ，Let's go。我会加入舞狮是因为就是那时候教练台刚来，然后就想说一起跟着练，那就越来越就是练出兴趣来了。然后也经过了大大小小的表演啊、比赛啊，就是让胆子也比较大，就是敢在大家面前表演啊。我们会在所谓的高桩上面进行练习，也常常因为一些因素，一个不小心就全身都是伤口。哇，就是伤口。他这么瘦哎、欸，能够练出一个好武功。分享心得，而且跨过我说他瘦、欸，我不应该问。不是，我觉得他是很了不起的，真的。所以是在经过舞狮的这个状态下，找到人生的目标。对，我们也一起共同拥有了一个目标，就是考上台北私立大学这间学校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而且是一起考上。对啊。加油，加油！我想要请问市长，您对于舞龙舞狮的印象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辟邪驱害的一个吉祥的传统活动，又是一个我从小看到的临时记忆活动，所以我对舞狮的团队我是心仪已久，非常敬佩，非常敬佩。所以今天市长来上课，哇，真的学了很多，谢谢你们给我。你觉得舞狮是传统技艺、民族运动还是表演艺术？哇，这个蛮深的嘞，真的。其实对我来讲，它是一个传统的民俗技艺，但是也是一个表演艺术。这两种是融入在一块，而且还更具有运动这样的竞赛的精神，是，而且像团队合作的运动赛事，就是全方位，不管就是你不仅是只有运动，你还要兼顾表演，还有传统技艺，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一种运动。市长，你知道新北市国高中有多少学校有在推广龙狮运动？国高中啊，我知道四人家商很棒，因为四人家商连续好几年在整个运动赛事得到冠军。那我知道能人家商也不错，还有英歌国中。所以新北市其实也不仅仅是今天来到的，还有很多学校其实他们都在推广像这样子的活动。对，那不仅仅是台湾有比赛，我们连亚洲到全世界其实都有这个舞龙舞狮的这个比赛。对，所以它是个非常国际性的一种运动赛事。不要把这件事情想象，如果成为一个学校代表，对一个出去跟人家竞赛，那拿一个好成绩，在很多的这个
这个录取的学校里面都会有这个一用加分，就像四人加三，你今天来这个学校能够拿到非常好的男师传统冠军啊，套路冠很不容易啊，这都是让你们有奋发向上的一个目标，所以你们团队绝对是全国的榜样。是我们从小培养，然后我们透过更多的赛事，我们来推广像这样子的活动，让更多人看见我们舞龙舞狮到底厉害在哪里。对，那今天非常谢谢树人家乡的教练还有同学们为我们上了一课。对对对，真的谢谢大家，因为真的很不容易，比我想象中困难太多了。你对，你都舞不动吗？舞不动，我下次就来挑战。对，那不要说太满。对，千万不要说那。那今年刚好是牛年，我们是不是要说一句牛年的这个吉祥话？扭转乾坤。扭转乾坤，市长。哎呀，牛不是要转而已，要得到新的机会，扭转心机。扭转心机。哎、牛不是 new 吗 ？new 哦。那牛 new 新的机会，改变新的命运。没错。new 好日子，牛好日子，牛好日子，你喝你记。没错。你喝你记，改变。新年开始，最棒的起点。没错，那我们就简单的祝大家牛年行大运啦！希望大家能够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猴 Sir 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猴 Sir 返校日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！树人家商请支队，成功！不要拍这个，小超要藏在哪里比较好？我知道了，好热哦，里面应该要加装电风扇的。电风扇？什么东西？电风扇，真的太热了。OK。我根本就是在桑拿啊。你是在做汗蒸木哦。嗯。